诸位同学，大家请坐。我们接着看经文。经文第一句：“云何得于一切众生？”这一句是贯穿下面十句。第一句里面讲呢，为一；第二句应该是云何得于一切众生为救？所以这一句是贯穿下面十句的。唯一世尊为我们实现，诸菩萨乃至于历代的祖师大德都给我们做出最好的示范，最好的榜样，我们要用心留意向他们学习，才不辜负我们这一生。所以有许多人问我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这个意义价值都在此地。为救回向品里面说，悉令解脱诸烦恼故，为一切众生作救。这比前面呢意思就又深一层了。确确实实救度众生，怎么个救法？从哪里救起？从哪里救起？我们要知道众生迷惑颠倒烦恼习气很重很重，正像《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为什么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你要真正懂得佛法呢，你就晓得他讲的句句都是实话。决定没有一句是虚妄的。阎浮提众生，哪一个不把身体当作我呢？这是佛家讲的身见，头一个错误的见解，头一个错误的执着，这个错误就一直灌到底，没有一桩不错啊。然后你再晓得地藏经上说的话不假，为什么执着这个身是我就错了呢？这个道理
很深。如果不是佛法给我们说的这么清楚明了，我们不会懂得的。啊，哪一个人不把自己这个身看到自己？身不是自己，那我自己在哪里？啊，这个身不是我，什么是我？西方哲学家比较上聪明，他想到这个问题啊，他也认为这个身不是我，那什么生活呢？我思故我在呀，啊，我能够思维想象呢，这个能思维想象的这个生活。这就比一般人说高出一等啊。那么我思在佛法里面讲的第六意识啊，啊，把第六意识当作我啊。西方哲学家在东方呢，确实也有一些人啊，认为生是假的，为什么呢？生有生死啊，东方人相信轮回，什么人去轮回呢？灵魂呢、啊？实在讲，灵魂呢是真的不灵。如果他要是灵，他就投胎，他怎么会到卧道去投胎？在人间投胎呀、啊，那为什么不投胎到大富大贵家里呢？投胎到贫穷下贱的人家，不是很苦吗？不灵，灵就好了。啊，所以还是孔老夫子讲的有道理。孔老夫子不说灵魂。你看他老人家在《易经》里面。啊，《易经》的系辞、团文，啊，系辞是孔子做的，系辞里都讲过啊，游魂为变，精气为无，这两句话讲得好啊。夫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境界？能说得出这样的话来啊，这两句话在佛法里是大菩萨的境界，不是普通人的。夫子不常说，偶尔漏那么两句啊，很值得我们去体会啊。游魂为变，游魂是说这个魂呢、啊、速度很大啊，变化很大啊。唯变是什么呢？六道里面去投胎啊。人做了不善，堕到畜生道里了，哎，又人就变成畜生了啊，但是还是一个灵性呢。啊，认为那个灵性是我，是吧？这还是错误啊。啊，但是说的就高明多了，游魂为变。啊，把事实真相啊说出来了。啊，精气为无，这句话说的尤其不可思议。啊，物是物质啊，物质从哪来的？精气为变，为物
这句话里面讲的呢，这个物质它有灵性，现代科学家证明了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水是矿物啊，这是物质啊，不是生物啊。啊，植物还说是生物了，矿物不是生物啊。啊，做了10年的实验，确确实实证明水有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是不是夫子所讲的精呢？啊，气是讲它的变化，啊，变成了物质啊。虽变成物质，它的性并没有改变啊，所以佛家讲啊，自性本具的德能没有改变，变成物质它还是存在啊。这个就是大乘教里面常常讲的，物质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夫子所讲的跟佛这两句非常接近的，所以他到底是什么人？他怎么知道这么深的道理？那从这个道理，你要是真正能体会透过来，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用现在话说，通通是有机的。也就是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它有灵性啊！你看矿物水有见闻觉知，我跟江本胜博士说，不但水有啊，尘沙、泥土、石块，只要是物质，通通都有见闻觉知啊！不但有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是性德了啊，它是唯心所现，那个心，心就是法性啊，法性本具见闻觉知，色声香味也只得了本具啊。那所以我说你的试验呢，才看到它的色相啊，洁净的色相。我劝他要努力再进一步去研究，用什么？它还有音声啊，它还有香，它还有味啊，决定是色声香味啊。色你看到了，声香味你还没看到啊。我说你再把声香味看到，那佛经上所讲的你全部证明。那么在中国有个著名的公案，这公案里一般人讲故事啊，道森法师，南北朝时候的人，深公说法，万师点头啊，他说法没人相信他了，他举起一些的石块对着石头讲，你讲完之后我对不对，石头就点头。那石头怎么会点头呢？你要懂得的时候，心现识变呢，你就不怀疑了。啊，整个宇宙是活的呀。然后你才晓得，佛在经上讲，依报随着正报转呐。
医报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我们今天的地球是医报啊。我们这个太空当中无量的星系是我们的医报啊。哎，医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什么？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心。如果地球上每一个人心都向善，都像十善业道经上所说的啊，我们的思想这个见解行为纯净纯善，那我们这里的山河大地啊，通通都变成极乐世界了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些有什么差别了？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只是那边的人心善。所以山河大地是美极了，我们这边人心不善啊，所以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到底在此地啊。没听说过极乐世界有地震啊，没听说极乐世界有水灾啊，没有听说华藏极乐有为非作歹的人，没有听说过啊。那么这些人，这些要教育啊，特别现在所谓是宗教教育啊，那我们说是佛陀教育啊，需要佛陀教育啊，把事实真相给你讲清楚，你才真正能够离苦的路啊。为什么呢？苦烦恼习气所感的啊，乐呢是大彻大悟当中啊感得的啊。换一句话是迷悟啊，迷了就有烦恼啊，悟了转烦恼为菩提啊，菩提是智慧，烦恼跟智慧是一体之二面啊。我们迷了，把菩提变成了烦恼啊，也就是把智慧自性本具的智慧变成烦恼，觉悟之后呢，无量无边的烦恼了又转变成无量智慧。关键在迷悟啊。啊，那我们就知道了，佛菩萨用什么方法与一切众生为救啊，用什么方法？教学，帮助众生觉悟啊，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所以佛开了八万四千法门啊，要跟这个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呢，那就是开了无量无边的法门啊。四弘誓愿里面说了，法门无量誓愿修啊，那是大世界，不是小世界啊，一切诸佛刹土都包括在其中啊。八万四千法门，那么在中国分成十个宗派啊，这十个宗派有两个宗派是小乘，在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了啊。这是儒家跟道家代替了小乘啊，这个要一定要知道啊。可是小乘经我们翻译的很完整啊，真正学佛的人小乘经是要看啊，这是帮助我们成就厚德智啊。
啊，根本智那是禅定，就是清净心。金刚经上说的很好，性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实相实相般若，啊，实相般若是根本智，就是六波罗蜜里面的般若波罗蜜，啊，那是要性心清净，自信本具的这个智慧，它就会现前。啊，智慧没有现前呢，我们的心不清净，或者修清净心它不够清净，没有达到清净的标准。啊，达到清净标准呢，智慧就开了。啊，智慧开了，烦恼就没有了，明显的贪心没有。啊，对于事处世间一切法，再没有贪心了，嗔恚没有了，嫉妒没有了，啊，你就晓得智慧开了，啊，得受用。如果还有这些东西存在，不行啊，还是真正的凡夫啊！啊，你在佛法上修学，没得受用啊。所以功夫没有成就的时候，修什么叫忍辱波罗蜜，你要忍啊，顺境善缘啊，你要忍耐，不起贪念啊，逆境恶缘要忍耐啊，不起嗔恚。你是用忍辱的功夫正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修行每个人根性不相同啊，啊，有人立根三年五载啊，忍个三年五载就变成很自然了啊，顺境里头自然不起贪念啊，逆境恶缘呢自然不生嗔恚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始终保持一个心平气和啊，自自然然的，这是你功夫得力了啊，这时候真正得受用啊！啊，必须要通过修忍辱的那个阶段啊，时间长短，个人不一样啊。在中国佛教史里面，《高僧传》里面，《居士传》里面，我们看到啊，有些人跟真理。三年五载他就成就了啊，有些人呢二十年三十年才能切入这个境界，都是好啊啊，三四十年比无量劫那太短了，啊，自己要有信心啊，信心不能建立，相信佛菩萨，佛菩萨所说的决定没有错误，佛菩萨加持你建立信心，另外一个相信老师，老师指导你一丝毫不怀疑，老师加持你坚定信心，这个很重要啊。
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呐、啊。啊，那你没有信心，你怎么能成就呢？啊，我自己26岁闻到佛法，啊，感觉到非常稀有啊！啊，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东西啊？我对老师有坚定的信心啊，老师教导我的方法我都能依教奉行啊，我自己很清楚我不是上根立智啊，我到什么时候啊才真正放下了那个看破放下，老师是头一天教给我的啊，我到70多岁才真正在顺利境界里面的自在。40多年的时间呢，啊，所以这个就是中下根性啊，那我能成就，得列于一个勤字，啊，天天读经，天天教学。47年没有中断过啊，这明年的时候就是48年了啊，一生就干这桩事情啊，晚年这国际和平事实被人家拉去的那么这个不过是5年的时间啊，最近5年啊，学校找我，这大学找我啊，希望我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啊参加这些国际和平的会议啊，我这先后一共是参加6次啊，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呢，这也是一个好的机缘，增广见闻啊，成就厚德之啊，了解现在社会的病态在哪里。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啊，西方有一些人认为维系和平需要用武力啊，也就是像警察，我们有大批的警察啊，来维持治安一样啊，殊不知这个事情武力不能解决，如果能解决，释迦牟尼佛当年一定是做将军啊，训练许许多多的警察，他没有这么做法啊。那么我参加几次会议之后啊，我有深深的体会，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开会不能解决啊，
那么我听说联合国从事于这个和平活动，从70年代啊，就邀请这些世界上啊，就是学者专家啊，大家来讨论怎么个做法。70年到今年35年了，每一年开多少会？投下去的人力、财力、物力非常可观的，可是没效果啊！这35年当中，整个世界的秩序混乱了啊，动乱的频率年年上升，灾害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以现在许多参加国际和平的专家学者会后，我们接触都摇头啊，没有信心的。换一句话说，对于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呢，信心都没有了，这哪里能成就的？啊，你这些和平的结论说的都很好啊，没有人不赞叹的。哪一个国家政府啊会接受，会去执行？啊，所以我曾经说了好几次啊，人家要客气一点，把你送到档案室去；不客气的呢，丢在自治楼里头。不能落实啊！那我们要问，化解冲突、恢复世界安定和平有没有希望啊？哎，答案是肯定的，有希望。用什么方法？中国人古老的办法啊，所以70年代，汤恩比波斯说的话很有道理啊。这是英国一个学者，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话说的有道理啊。他没有说用武力，也没有说用开会，用中国孔孟学说啊。中国传统的学说是什么呢？学记里头有两句名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教学能解决办法，能解决问题。所以佛菩萨你看看怎么来的，教出来的，圣贤也是教出来的。中国传统的教育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把它总结，内容有4样。第一个是伦理，第二个是道德，第三个是因果，第四个是信理。啊，讲到最高的，都讲到人的本性。你看《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讲到性理啊，
而性理讲的最透彻的是佛经。古圣先贤都懂得。如果我们把这四种教育恢复，天下太平，冲突自然就没有了。所以现在需要伦理、道德、因果、性理的教育。那么这是我们讲性理，一般人不太懂。现在大家都知道宗教了，宗教教育你去看看，细细去看看，每一个宗教的经典都是教人为善的，没有一个宗教是教人作恶的是教人害人的，没有如果是教人作恶教人害人，这个教不能建立，不会被大众接受的因为它违背了人性这个道理要懂。那么今天社会动乱原因我们就能看出来了，你看现在这个教育是教的什么家庭教育叫什么现在父母怎么教小孩学校教育叫什么社会教育叫什么现在的宗教教育又是叫什么细心去观察这个动乱的根源你就找到了然后对症下药不是不能做，可以做的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呢，办学我把这个概念介绍给联合国办学、办讲座，比开会好，比开会呀，收到效果。今年六月我访问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我们同时在巴黎办了三天讲座讲弟子规很受效果听众有600多人最后一天我介绍中国传统教育听众1000多人这在欧洲所以弟子规的教学现在已经相当普及了不但我们中国国内大家热烈响应现在国际上也开始动起来了许多国家地区都在办这种小型的讲座来找我介绍老师介绍老师去讲这好事情比开会好的太多也比开会的费用节省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为医为救要懂得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家庭教育重要
你才会有好的后代，你才能真正化解问题。首先要我们自己本身觉悟，本身不觉悟那就没法子。所谓这佛家讲的自度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人呢？经上说吧，自己未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这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首先要自度，首先要自觉，然后才能觉他。这个觉他首先是帮助你一家，让你一家觉悟。一家觉悟之后呢，帮助你的邻里乡党、亲戚朋友，你这个圈子越来越大。古圣先贤、诸佛菩萨教学就是这样逐渐逐渐推广，把这个影响力扩大。如佛都说得好儒家讲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呢，亦是以修身为本。我们今天在国际上介绍，就两句话：修身为本，教学为先。所以有些重要会议来找我，我想我还是要去。这桩事情他们搞不透彻，我去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修身为本，从自己本身做起啊。我们今天肩负着联合国的使命，来协助化解冲突，促进世界这个社会的安定和平。从哪里做起？从自己本身做起。每一次我都会讲到。首先从自己内心，让我们内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对立的这个念头要化解。也就是说，我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没有对立，他给我对立可以，我不会给他对立。任何事、任何物都没有对立，我的身心是和谐的，我才能帮助别人化解对立。对立没有了，矛盾就没有了，冲突自然就化解了，这才是办法了。如果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人，从事于圣贤教育的人，我对这个人喜欢，对那个人讨厌，你这个教育成就有限呐。为什么呢？你内心里头有对立，有对立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冲突。你自己本身冲突不能解决，你怎么能帮助社会解决冲突？我这个说法呢，有不少与会的专家学者他们同意。这个就是修身为本呐，自己身修好了，你才能教别人呐，才能影响别人。
啊，那在学佛呢，这个也非常重要啊。啊，学佛没有别的，破烦恼障，破所执障。啊，烦恼障呢，我执；所执障，法执。啊，烦恼障破了，超越六道了；所执障破了，超越十法界。所以要晓得，这个心里头对一切人事物啊有对立两种障碍，你没有办法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在佛法里头修，只能够修一点人天福报。啊，你要想断烦恼、开智慧、证菩提、了生死。出三界没分呐、啊，你说这个多重要啊！不能不明了，不能不觉悟，不能不真干呐、啊！啊，首先你要能看破，《金刚经》上就是帮助你看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呢，你何必认真呢？啊，中国古人谚语所谓是难得糊涂啊，吃亏是福啊，不要去计较啊。啊，不要去计较，放下自己的分别执着妄想啊，天下本无事啊，容人自扰之，哪个是容人？自己放不下的人啊，身心世界放不下的人，你才搅和在里头啊。真正放下，跳出来了啊，跳出来你才看得清楚，才看得明白，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法。怎么做法呢？就是这两段经文。啊，这个一段诗句能为饶矣啊。啊，对自己，对众生，啊，带来真正丰饶的利益。啊，下面最后这一段呢，那讲超胜尊贵。啊，超胜尊贵是真果。这一段是讲修行的。啊，没有修行哪能真果？啊，那么这是说为救，啊，所以。能够放下对立，救了自己。啊，无量劫来，我们学佛修行，绝不止这一生的。啊，这一生要是才开始的话，你就不可能起入境界啊！真正依教修行呢，渐渐能起入境界，你就晓得修行不是一生二生啊。过去生中啊，总是很多次的修学佛法没成就，怎么没成就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跟一切人事物对立没放下啊，所以学佛你没开悟啊，他障碍你开悟，
你没证果，它障碍你证果；你也没往生，它障碍你往生。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从前学习的环境比现在好，啊，为什么呢？古时候啊，讲经说法的大德多，啊，只要你肯学，参学的语言呢，殊胜。可以说从隋唐一直到清朝中叶，啊，讲经说法的大德，出家的法师，在家的居士，有修有证啊。我们现在在大藏经里面看到许多古大德的著书，就知道了。啊，就无论学哪个法门，都有人在传法。啊，你到那边去参学，都能学到。现在社会了，这不如从前。讲经的人少了，不但佛教，其他宗教也佛如是，而讲经人的修持也不如过去这些大德。过去这些大德确确实实烦恼轻，智慧长，见思烦恼真的放下了啊！为什么真放下了？他真的看破了啊！所以他身心清安自在啊！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你有六根所接触的，都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能够不动心吗？你能够不起念吗？诱惑的力量比过去超过十倍百倍都不止，尤其现在诱惑，电视是诱惑，网际网络是诱惑，报章杂志是诱惑，你到外面看看些广告，全是诱惑。啊，能在这些诱惑里头不动心，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现在成就难了。话又说回来，难虽然难，一旦你真的不受诱惑了，你的成功比古人至少要高个十倍百倍，他比不上你。为什么呢？他们如果生在这个时代呀，也会被淘汰掉了。人家命好啊，那个时候社会也没有这么多诱惑，人人都安分守己，修学成功容易啊！现在等于说是四面八方都把你向地狱、向恶鬼到底去拉啊！你居然能如如不动，这是何等功夫啊！所以这个利弊都有，只要自己坚定信心
啊，如何坚定信心呢？一个好方法，天天读经，清净身心。啊，这个外面的诱惑是尽量减少。啊，所以我四十多年不看报纸，啊，不看电视、广播，啊，这些东西通通都离开了。啊，每一天所看的是经典。啊，思维的是经典。而且每天跟我们一些同参道友们研究讲解，啊，共同学习，啊，这才能保持住啊，不退转呐，啊，五十四年如一日，我用的是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效。老师教给我的，我能够一教奉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